这方面我真不行。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追啊！好女怕缠郎。再会之后，你走得太快，还没来得及恭喜你。我听徐总说，是你主动退出竞选。 我可不是故意让着你的啊！让我？你让了都吗？跟你竞争，我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我擅长逆风翻盘。不服？改天约一场。好，准备好纸巾，我绝对打服你。 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。前段时间，我觉得江部长已经稳赢了。何老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，我联系了水军，想把这件事情炒大。 但是，你最后没有那么做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念想多了，心里难免乱。不过好在，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。 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倪湛。哎，我现在好歹是你领导，用你教育我。跟陈耀怎么样了？还好。表明了？嗯。看这样子，被拒绝了。 是我做的不好，伤了你。你说会不会咱俩争半天，到最后被别人占红包？有这个可能。你行不行啊？你不是顾大魔王吗？这方面我真不行。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追啊！好女怕缠郎。 你当初缠他缠的也不少吧，可结果呢？好，我不行，但是你必须要行。 再等会儿，那万一一会儿航班取消了，你们就跟我回去，再住几天。嗯，小江啊，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妈妈走，可是我们要着急回去办退休。小云，你别紧张，于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也是珍妃啊。 是啊，这是珍妃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是治疗，就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旅程啊。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！这两张票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。就是嘛，再说这一次是潇潇的教员小顾亲自飞，妥妥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跟小顾发展到哪一步了？都说了，我们就是
普通的同事关系。那小妮呢？到点了，你们还飞不飞？小肖，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，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。我们走了啊。哎，走了走了。那你们那个一会儿登机了给我来个微信，落地了也告诉我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一路你也赶紧回去吧，走了。嗯，好。回去吧。宋总，你跟程潇比较熟。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泽辰小姐？我不是八卦啊，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，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、详细的一个计划。我向他道歉了，他还没原谅我。萧姐她呀，拿得起放得下。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，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直接说方案。小爷，放松啊，深呼吸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夏至，咱们之前在机库见过。哦，我记得。小夏，上一次谢谢你。客气了，叔叔。方阿姨，您今天的餐食，程潇都已经帮您选好了，都是您喜欢的口味。啊，谢谢。对了，有空到我们青岛来玩啊。好嘞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退出，安心。平安。落地青岛，喂，爸。小肖啊，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了啊。我知道。哎，老妈状态怎么样啊？哎，没问题，都挺好的，飞机飞得很稳，落地的时候都没感觉到。帮我们谢谢小顾啊。爸妈让我谢谢你。是小姐发的消息。返程绕机了。